由于今天的路程将会超过100公里，所以我必须提早出发。就算乔治市再美，还有很多我还没去过的景点，我都不能留恋。离开乔治市前，最后一次穿梭在小巷里头，过后便出发到码头，乘搭渡轮回到大马半岛。所谓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在渡轮上，我遇到同样正在环岛的四名年轻人。他们说，他们想趁在大学刚毕业，还没开始工作之前，先完成环岛的梦想。也对，不是每一段年龄都有肯陪你一起疯狂的朋友。但是，请别问我为什么镜头都只集中在这名女生的身上。真的，别问。在渡轮上发呆，看着别人聊天，看着渐行渐远的光大，没多久便抵达北海的码头。和小伙子们道别后，大家便朝着各自的目的地前进，希望他们能够顺利地完成他们的环岛之旅。据说北海有一条艺术走廊，是全马最集中、最多壁画画作的一条艺术走廊。反正我会路过，就过去打卡吧。可能壁画这玩意儿实在太多了，几乎遍布全马主要城市，我还真的有些审美疲劳了。反而在槟城北部的稻田区让我感到惊艳，因为一说到漂亮的稻田景色，我会先联想到吉打州。可是今天我才发现，槟城北部的稻田景色一点都不逊色。在不断摄影和拍照的情况下，我也不自觉地抵达了槟城和吉打州的边界。由于早上我自作聪明，选择不吃早餐边启程骑车，所以一路上都饿得受不了。肚子好饿。当我抵达吉打州最大的城市双溪大年的时候，我二话不说，随便找了一间餐馆，点了一顿超丰富的鸡饭，便把它给清盘了。饮饱食醉之后，我也没在双溪大年多做逗留，只是路过时看看大街上的钟楼以及红树林。因为我知道，除了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主角是吉打州郊外的大自然风景。吉打州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州属，除了几个大城镇之外，它到处都是宜人的乡村景色。不同的稻米季节，你会看到不一样的景色。而现在刚好是稻米的萌芽时期，所以我看到的稻田多是绿油油一片。只是吉打生产的稻米就已经提供了马来西亚全国接近一半的稻米需求，所以吉打州也有稻米之碗的美誉。上看着超过40公里连绵不绝的稻田，也到了海边，吹着海风发呆休息一阵子。在经过大大小小的古老小镇后，我终于看到了这个电讯塔。而看到它，也就是说我抵达亚罗士岛了。
可是今天的我实在是太累了，无力再外出拍摄。在 check in 和吃了晚餐后，边躲在旅馆休息，哪儿都不想去。休息够了，明天早上再来补拍吧。好啦，睡饱后就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亚罗士打吧。贵为吉打州的首府，亚罗士打也是马来西亚国父和第一任首相宗姑阿杜拉曼以及现任首相马哈迪的出生地。所以第一站我会带大家到国父的老家独立之家看看。时间太早，还没开，我只好从围墙外拍摄。没关系，我还是可以带大家去现任首相老马的老家看一看。也是还没开。那道24小时全日开放的查希尔清真寺以及对面的广场看一看，可以了吧？广场附近的唐人街以及吉打河河畔也很值得一逛。这里是华人最早落户的地方，已经有大约150年的历史。由于时间还早，很多商店都还没开始营业，所以我还是先去吃早餐比较实在。在老板的念力烹调法下，我今天不需要再空着肚子骑车了。饮饱食醉之后，是时候出发到下一站玻璃市。在谷歌地图秉持着抄小路的原则下，这一天的景色依然还是青葱的稻田和潺潺的溪水。一望无尽的稻田，这就是米乡吉打州。这个位于北马、比新加坡大、比香港小的弹丸之地，经常都会被我忽略，因为我既没有来自玻璃市的朋友，也没有到玻璃市办事的理由，而这次也只是我第二次到访玻璃市。可是这一次，我还真的被它的风景给折服了。今天入住的旅馆是一间很酷的旅馆。它位于玻璃市首府加央10公里外的马来村子里。旅馆范围内不仅有果园，还有鸡、鹅、兔子之类的，相当写意和朴素的一家旅馆。不过旅馆附近没有什么特别的景点，只有一个湖畔值得去看一看，也就湖畔一个，没什么特别。也因为郊外的关系，旅馆附近也没有什么餐馆可以吃晚餐，所以路边的街头汉堡摊是我唯一的选择。
晚餐打包完毕后，回到旅馆看到满地是鸡，情不自禁的叫鸡一下，便写意的结束了这两天的北马环岛之旅。